此等上品，定是丢失的难忘，就在来一份幽谷世界风里。祝大家虎年快乐，虎年一切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。就是这款浪琴表，博雅系列渐进腕表。博雅系列是浪琴表很经典的一个系列，融合简约设计与优雅风格，表壳与表链融合玫瑰金材质，在腕间闪耀光泽，非常有节日气氛，送给自己当做礼物，犒赏辛苦一年的自己。流畅简约且优雅的外观下，珍珠母贝表盘与钻石表圈相互呼应，点缀钻石石标，凸显女孩子的优雅气质。推荐浪琴表名匠系列月相腕表，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被它的月相显示功能吸引了，让月相变换直接呈现在腕间，特别诗意浪漫。另外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这款表的珍珠母贝表盘，配上钻石的石标，给人一种优雅知性的感觉。这款红色皮质表带优雅却不张扬，在新的一年陪伴大家出入任何场合，无论是正装礼服还是休闲服饰，都可以完美搭配。送给家人，送给朋友，送给你最爱的人，送给你最想感谢的人。优雅从容，自信笃定，专注坚持。想喝酸奶又怕负担多，换新一代健康真酸奶，加3.2克膳食纤维，减42%白砂糖，好喝无负担，纯真真酸奶，新一代健康酸奶，好喝无负担，纯真真酸奶，料实才真才是。必胜优选庆团圆，家有优选年夜饭，阖家欢乐中国年。小伙伴在新的一年里，事业如虎添翼，身体生龙活虎，人生龙腾虎跃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。이세상이아름다워이런선배임을